王多多为您带来直播评说。一开始盲僧的位置被包夹了呀，这个位置点燃直接挂上，要留你了。我们身上闪现还没有交，摸眼摸眼。但如果你葛文不能一级直接上去捡的话，其实这一种感觉没有那么厉害，乏力了许多。而下路的这个镜头我们一转的话，其实跟第一把有一点相像的，还有带不灭之握的，那把应该是打一个坦克吧。抢回来再次对拼，应该只能换一波血、最后一下 A 不出来、A 不到，射程不够，反倒是 Light 的血量被打得很长，被炸弹连续点了几下。哎，这波感觉 Light 好像被看到了。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下路要动手，起闪现过来直接开定墙，直接定墙。哇，这个控制链接的非常的好啊。啊，只不过最后是由引燃给烫死了，人头这个最好别上了，上了要出事了。骚粉也来了，怎么感觉骚粉这个位置感觉骚动了呀？骚粉这直接被挑起，交出自己的闪现，没被挑到。哇，但是瑞尔的这个 W 的前摇啊，确实太长了。好，上路阿兵整场，我觉得今天的这 BO5 给大家感觉就是打得很猛。总是很想主动去求战，两边上单可能要打到最后了。贾克斯反击风暴开起来，但是 icon 就在旁边，直接支援队友，接个嘲讽，纠结被动，频繁的针对，有没有可能打断？闪现打断，闪现柱子留住，看来个眼睛，阿乐富豪走了呀。王帝比较狭窄，王帝也来了。感觉苏宁这边要打完了呀！看一下艾卡这里闪现直接嘲讽，他就被脚踢开了。好歹大招也交出来，后面血量会下得很低。小五先锋已经是由苏宁这边给拿下，王姐这一波没有能够开到。阿斌这个交出反击风暴之后，也是跳到自己队友的身边，有没有人接一下我？而且他刚才，上路开启大招，贾克斯反被逼一波大招，反击风暴能不能扭开？扭开反击风暴，莫言走，交闪现继续跟，贾克斯是没闪的。阿乐再等后续的技能，一好了，一技能好了，哦，直接捡到脸上。帮完他之后，他这波完成一波单杀，真的非常长士气。是，看这波回放。而且我们看阿斌啊，其实我觉得，也因为阿斌感觉今天打的是非常非常的上头，上头是真上头。你刚刚看他走位，就还想往前去给普攻。捡到脸，捡刀捡刀。这三个人确实猛啊 ！LG 现在这三个人的战斗力比苏宁三个人强很多，正面的对抗能力很强，而且 Angel 现在没蓝。好缺蓝，他一直没有蓝 buff。Angel 还有一个饼干，还能再补个100点蓝，但是这波要被留住了。嘲讽直接嘲讽，球是没有能够推到的，赶紧是摸到自己队友的身边。啊，在侧翼 ，Wandy 也是把这个技能给交了出来 ，Light 这里过来想跟伤害。能感受到就像这里这个龙还真不好说是给谁，不想放苏宁这里直接选择交 TP 了。 TP 下来应该是个换风啊，王帝这里先撤，把 LNG 正面的人赶退，大招直接交下来，王帝应该是被卖掉了。因为格温这么肥的话，待会儿中期他可以直接升起这个节奏，拖到维恩发育起来，武器踢过来，想要留阿乐，中野也来了，但队友的位置离他也太远了吧。阿乐的闪现是不是又转好了？云柱这时候辛德拉是打不到他的，因为他有这个结界啊。能不能推到？没推到，太远了。这波加里奥被 Q 到了，但有嘲讽啊。后面矮王得可以掩护一下的 ，W 直接控住，同时一个一技能开到两个人，安卓要被逼走了，躲掉了英雄登场。那这波，三人再破一下过去 Light。阿乐这里是被推线的 ，Icon 这里直接选择踢到对面的人群当中，非常的凶，把对面三个人给逼退了。蓄力一个嘲讽是没有能够嘲讽到，但是这个小五先锋能接盘吗？抢一下。只有他在给拿掉，他在拿掉下路前锋之后，现在是红色方阵型，他在一个横扫前进身上被套了一手血，被炸弹人炸了一下，赵信可能要被带走了，瑞尔帮他扶了一手控制，旁边加料也倒，他在也跑不掉，回了一口血，贾克斯反而可能要拿到这个，最后是由盲僧的远距离一个 Q 将赵信的人头收下。团控的，你打这种没团控的团战那是很吃亏了。对，只能说这波 icon 这个踢下来的位置太好了，是让他们能接盘这个先锋，但后续没有大招还是打不过。对，小LG的阵型直接被分割成两半啊，右边他站的赵信是一直被集火，用大招拖延了时间，但左边的 icon 开了一个金身之后是确实没办法了，直接被阿兵收掉。如果他在第一时间交闪，会让苏宁这个阵容非常的头疼。先中路放下五前锋，给你一些兵线上的牵扯。哇，炸弹的伤害好高啊！ icon 下路清完线之后，也在往中路靠，他是随时可以利用大招支援的。而 icon 的位置是随时准备起跳 ，light 直接被炸成半血，阿乐也是半血。强行去开打野盲僧，骚粉能不能秒掉？骚粉交了波闪现，成功走开，
他在也招大招伤害，但是蓝色方明显血量已经不太好了，阵型也不好。赖特直接被昂所单防上，昂先顶柱子，再脚闪现没问题。赵信已经被带走了，盲僧一脚在屏幕的下方送走了阿乐，旁边还来一手 Angel 的辛德拉，一个推球，再接后续的技能，直接将格温斩下。硬牌龙，而且这把还是个水龙魂。你看这里啊，往里强行开打也开的是比较勉强的，而对我跟不上。对，左边赖特和阿乐断了。赖特和阿乐因为一开始被破的比较惨，所以他们在跟进的时候也会有些犹豫。是，赖特也没能找到目标嘛。哇，而且 Angel 这波好细节啊，他其实是去下边打断了这边加辽的进攻。对，怎么加辽是完全没有来到正面？左边的视野也会被侵占太多。哦，这边还要包过来，烧粉要抓，哦，偷来了。狼头开起来能不能跑？柱子先顶住，看一下这一脚是直接踹走了。Icon 这边可并没有能够嘲讽住 ，Angel 已经完成了一波大杀特杀。而且辛德拉连自己的大招都没有用啊，这个大招还可以用在后续。是，哎，这边想动换风，有闪现，先减速，大招一段打到了脚闪，闪现追，那感觉换风有点难跑了，只能原地兜一个大招。对，这把烧粉盲僧是完全可以去勾引的，他有一个秒表，是他这一波团甚至可以被别人开，然后他再看，哎，中路推到两个人，这波伤很高，能不能把 Icon 秒了？再差一点，五十滴血，哦，炸出一个闪现，再打波闪现。Icon 这边还好，身上是有个 TP 可以踢回来啊。那就看这个时间了啊，因为 Icon 现在还在回家去补给的过程中，右边肯定直接要秒这个小龙了。是，这波反而对 LNG 来说是一个好消息，现在苏宁少两个大招，阿乐已经一马当先冲上去打一波消耗了。哎，这个位置直接踢到龙坑里面，会不会和自己的队友有点脱节呢？看一下 Icon 落下这个位置，先被龙这里给吐了一下。盲僧很细节啊，盲僧刚才先一脚惊醒这个龙，导致龙起飞的时候直接把 Icon 堵在了里面。阿乐这里还在捡，捡一下，嗯，哇， Icon 被卡在了龙里面，一直被水龙打，被疯狂吐息。看一下正面这里，加里奥英雄登场，坐下来，这一波他们开的还不错。后续过来继续追击，嗯，这里被 Light 黏住， Light 这里完成了一波击杀，多方也和自己的队友有点脱节，这一波 LNG 是打赢。可能是觉得这边过去，时间有点慢吧。哇，这一波 Iwandi 开的好呀，这里直接开到了三个人，然后配合加里奥的击飞了三个。随后在后续没有了团战中的威胁，维恩开始自己的收割。对，感觉维恩就喜欢这种队友先把。Icon 这里在操作，被推到了。跟他站两个人缠斗在一起，在屏幕的右侧，我们的打野把骚粉赶到龙坑里面吸住，再接一技能控住。骚粉应该能摸一下队友。Q 技能 Q 了他站，但是炸弹这个大招再次被他站给扭过。两边的中单。骚粉这一脚非常的关键，他一定要做好保护。阿乐这里已经先行过来，强行。阿乐又被打半血了。这，哎，嗯。也许不会给 LNG 太好的机会。对，如果说这条水龙魂能拿下来的话，苏宁基本就锁定这把游戏的胜利了。是的，哇，中路直接秒掉了，秒掉了瑞尔，而且 Light 也吃到了辛德拉大招， Light 应该就能跑。旁边他在一个横扫前军扫过来，旁边骚粉在屏幕的下方感觉要去盯 Light， 被阿乐所单防住。他在这边虽然说恨不得，但是还是被秒掉。阿乐强行过去配合着自己的 C 位， Light 能不能去操作一下？脚闪拉开了。最后是双方的残局的机会， Light 的位置是不错的，而且两个队友在疯狂的保护他。 Light 被王森踹了一脚，但是没有跟上后续输出。看一下二段 Q 过来，强行第一条命换掉了韦恩。贾克斯反击风暴也提供了关键性的控制，阿乐开的就是金身，加里奥还在继续拉扯，但是加里奥已经救不了队友了，只能瑞尔他们最关键性的控制被秒掉了。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。 Angel 这边卡了个视野啊，这里对 LNG 来说一片黑暗。WE 大招都没有放，直接把死一秒了，然后再接一个大招，把 Light 的血量直接压低。等级差太多了，他在这一波其实开的也比较不错了，直接开到了对方三个人。然后看一下 Light 这里，他先是E走了 Sovereign， 然后先输出一下正面，回头左位扭技能收掉换风，然后闪现规避掉闪那个反击风暴，然后还在拉扯，但是后面吃到了天一波，哦，吃到了大招，是再接上天一波。做威恩操作只能说满分，确实没办法了。确实是这波 Angel LNG 正面现在已经是完全过不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苏宁这里可以凭借两个人先行去就 rush 大龙，其他三个人看着就可以。龙成功的由苏宁这里给拿下，在33分钟。而且他赞的血手也被打了出来，巨魔直接一个吸把他赞吸残，剩下被套着手虚弱。LNG 不仅丢失大龙，而且自己还得要跑。
涌入到了 LNG 的高地塔前。而且现在辛德拉的每个开团都不能吃。看一下这边想要先开了，阿乐一马当先冲了上去，先是一顿大招，完成了一波互换。但是我们看一下 Light 这里其实是被踢了回去，不过没有人可以跟伤害，反而是 Sofa 这里的复活甲被打了出来。阿斌这里侧翼也被打出一个闪现，在这边复活的 Sofa 赶紧冲到自己队友的身边。身边那么 Angel 一个大招灌下去之后，也是打出了对方的复活甲，打出了 Light 的复活甲。是 Light 这里复活甲被打了出来，身上还有一个闪现，而且旁边阿斌想要跳，但是这里被溢走了。这几个人还是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，回家可以补给，补给出来这波也许还能再战。但两座梅亚塔如同纸糊一样，红四方直接把两座梅亚塔推倒。卡赞还在不停的拉扯，还不停的勾引，阿文内强行进场配合，加掉了英雄登场，强行坐下来，勾不起来任何人。Light 倒了 ，Light 倒了，这边就没有输出的能力了。Icon 这里也被粘住，冲去冲一下，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。在正面的话，阿明这里已经拆起了祭奠，我们要恭喜苏宁成功的扳回了一分。